大家一起读空气三，玩过一跟二了，三当然也要来玩一下。虽然呢，三还没有出中文版哦，未来也不知道有没有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就先来玩日文版了，好不好？来读空气吧。这边呢，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请去看我一跟二的实况哦，那边有中文翻译。好，第一题。哦，又是电车，怎么了？嗯，是这样子吧？这样子吧，这样应该有读到空气吧？对，我按照那个间隔站好啊。哦 ，RPG， 哦，你呀、啊，终于来了。世界杯魔王啊，三单大陆我还没看到。你要拯救这个世界吗？我们只能选好啦，好吧。如果说不要 RPG 就没办法开始啦。美乃滋吗？那我们当然是拿这边啦、啊、倒过来的比较好用吧。哎，是什么仓库翻吗？喂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糟糕，我读不到空气。K Y， 哦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如何呢？我都有苦，又没得入破，表示我读的还可以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哦，要迟到，要迟到了！快！哦！不要跟这个人撞在一起！有点可怕，赶快急刹车哦！哥哥，我肚子饿了。好、哦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这不是一有了吗？第一名，你看我这边他就哭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就拿这个吧。可恶，为了要给他们吃寿司哦。哦，这是要合照的意思吗？我来站中间，我来站中间。为什么我要拿那个令盒出来？笑死人了！脚要收回来，嘿嘿，然后再伸回去。是我的话就会这样。第十题，哦，马拉松大赛吗？持久走。嗯，我们两个人一起迈向终点吧，因为要一起。天哪，我要配合他的脚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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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，应该有吧，应该有一起吧，所以我稍微快了一点点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好。嗯，今天没有办法把情书丢出去哦，能乘着风传达给那个人就好了。哦，插在头上了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哎，这我知道，可以跳起来，对不对？嘿。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我找到好看的影片了，是我的吗？赶快，我们赶快跳过广告吧。
广告为什么会是那个啊？接下来是小前田，小前田，最好哦，最好它会自己滑下来，高科技是不是？Cookie ga，怎么了？刚那题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然后就结束了第15题啊。今天是草野球的比赛，野球的比赛。啊噗！这个耶！我穿这样来打比赛，那个跟读空气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要赶快。哦，好吧，啊，哎，真是的，我还以为我可以做，结果我还撞到他。可恶！大人气的面包店吗？赶快，我想要入境，我想要入境！耶 我上电视了。外面很吵，到底是应该要吵还是要热呢？天哪，这个空气怎么读？天哪，我该怎么做？这空气我不会读，我是牛顿。我现在好像，好像要醒悟什么了，所以我应该让。什么鬼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是我没有丢到牛顿的头吗？应该还可以吧，哇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等下弹回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有，这跟读空气有什么关系？你在干嘛？你刚才干嘛？站好，站好！不要一直靠到人家身上了，真的是哦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怎么操作？怎么操作？跟读空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螃蟹，好，我们我，横行霸道，要螃蟹读什么空气啊？你到东京也要加油，一定要写信哦，我要上演那个电影会有的情节。月台是有多长啊？
应该不错吧？嗯，还可以嘛。第26题，我来看牙医了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如果会痛的话，请举手。这声音。两个脚都在那边踹，哦，怎么了吗？好想插在中间那边试看看啊！哎哎，太下去了是不是？哦，扫地机器人吗？猫就是要站在上面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那么难？有了！对，猫就是要站在上面。这是什么？赶快！隐身术。呜、哦、呼！这是什么？旁边是什么意思？糟糕，我完全没有读到空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刚才很想做这种事情哦，把机器人头合在这个身体上。哎，怎么过去？有吧？虽然我不知道这跟读空气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有吧？操作上可以吧？好，不太懂哎，这31题。下载中，APP 吗？为什么突然下载这么慢？为什么卡住了？第一会议室使用中。好，接下来请看这边的资料。等下你的石门水库没有关了。那个我很难看看资料吸金的部位，没有人要跟他讲吗？这是什么？要加番茄酱是不是？啊，什么意思？糟糕，我完全看不懂，刚才那是什么？牛牛好可爱哦！好，我们来吃中餐吧，肚子饿了呢。让我想起了阿牌，赶快把窗帘盖起来，不要让阿牌看到你们在吃牛排。虽然我不太懂他评价到底是怎样啊，上杉谦信，对，不是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上杉谦信，还好我还有玩过《战国无双》，今天要跟男朋友约会，又是这个，这个应该可。
有个裙子。哎，哦，噔噔噔噔，应该很不错哦，应该很不错。男朋友喜欢这种居家风的。哦，我要跟男朋友去鬼屋，假装吓一下。啊，好怕，好怕，好怕。啊，好怕，好怕，好怕。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接下来坐云霄飞车吧。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哦，赶快放下来。坐云霄飞车，把手举起来，我觉得太可怕了吧？是我的话，我都会紧抓着，一边给……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是封鼻子？我刚想帮他移到他另外一只耳朵上，结果就插进鼻子里了。好，要结账了。哦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吗？好了，还是要意识一下嘛。明天要约会，明天要远足，明天要户外演唱会。又是这些乌云哦，我是风神是不是？哎，把你们吸走哦。但全吸走也不太好哦，留一块。冲绳，冲绳，冲绳那么热，应该会需要下一点雨。啊，今天午餐要吃便利商店吗？赏味期限，啊，这个要过期了。这个的半价。哦，那边有老太太，那一定结账很慢了、哦。要装可爱，拜托男朋友做事情。刚不小心按到蛇姬的眼神。可以吧？我应该算很会读空气的人了吧？哎哎，这怎样啊？烦死了，这个人看屁手机啊！哈哈，露营体验，哈哈哈，这什么？什么鬼？太阳直接掉下来是怎样？被后羿射到了吗？大家一起读空气，怎么了？好吧，因为男朋友一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读空气吧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第49题，哦，遇难了，不要睡着啊，醒醒啊，不能睡啊。睡了会死掉啊！醒醒啊！什么鬼？拿茶给客人，绿茶。客人，给他热的绿茶，好。这样应该对吧？我刚没有仔细看客人是谁。咖啡要甜一点，
那五颗糖应该可以吧？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五颗应该够吧？哦，他说他在减肥哦，那我们来这边好了。那是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然后就进去了，因为另外一边是吃甜点的。拍这个照片吗？我也有在那种翅膀墙上面拍照片过。哒哒哒哒，嘿，哎哎哎，这样是有通过的意思吗？龟兔赛跑吗？啊哈，要跟我比赛吗？可以啊。龟兔赛跑是这样子吗？狂吃，狂吃。好，这一题的空气真的很需要读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要慢慢的沉下去。这是不是什么电影的名场面之类的？啊，我的光剑！哎，伸长吧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就是客人有三个，哦，我知道，客人三位，茶的分量要一样。哦，好，才不会有那种偏心说。为什么他的茶比较多？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吗？呜呼，好危险哦！因为我小时候有从秋千上面摔下来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怕。有有有有有，应该有，已经61咯，答对就有赏金。大家一起读空气，已经抽到3了，那根本就是变相的广告嘛。啊，带路机器人，机器人要对人类复仇了。往那边，往那边，有人迷路，往那边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好啦，往这里啦！可恶，他们结果没有复仇，心软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跟男朋友来到游乐场。哦，我不能比他强，对不对？要给男朋友面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不起啦，是这样的吗？跟男朋友道歉的表情啊，好难哦，感觉这一座是不是要给女生玩比较对啊？我哪知道要怎么做？哈哈哈！啊，烧完了，要放进水桶里哦。
第66题。又遇难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不要睡。为什么遇难的后面会有乐团？放下男朋友，然后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吗？哎、欸，糟糕！我刚才没有仔细看，他要我做什么？应该是居家工作，是不是？啊，快快快，尿出来了！这个人的头看起来比较安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欸嘿嘿，为什么有嘿嘿这个东西？香水 ，perfume， 应该插在脖子上吧？啊，什么意思？腋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不晓得。应该有读到吧？耶、yeah, ！生日快乐！怎么了？不是哦哦，终于消掉了！哎哎哎！我刚才想要让蜡烛消掉，可是消不掉哎。想吃蛋糕吗？耶、yeah ！嘿，我厉害吧？切蛋糕我可是很熟练的。大家好。我是 VTuber 的，我现在调整一下器材哦，请大家等一下。哦，不行，这一定要看，不能转头。难得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哦，明天就延上了。嗯哼，大容量。旁边的也要装水，看了一下，等我一下哦，快装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哎、啊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停不下来，刚都满了，我要怎么停啊？天哪、啊，哈哈哈哈！等一下这个没问题吗？家里有几个人呢？三个。出来三个，进来三个，哦，房子逃出，不是吧，这好危险哦！你确定要这样拆这个东西吗？好地狱哦！天哪，这个脑锻炼也太地狱了吧！哇！第76题，啊哈，嗯哼，哇，我应该有对吧？时间点有抓好吧？要装啊，小朋友喜欢喝牛奶，给他牛奶好了。应该吧，小朋友不能喝咖啡嘛，小朋友不喜欢喝水嘛，跟我一样，那就给他喝牛奶吧。
库莱昂斗糟糕，我刚没看到什么。算了，随便吧。有的单字我可能要仔细看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还没来不及看。好好好，了解了。应该这样就好吧，不用加颜文字吧，不用放贴图吧。我要下腰，怎么下不下去？可恶！我明明有读到空气的，只是操作不良而已哦。第81题是什么？天空之城是不是？好，赶快赶快，你要往那边飘，不然你会摔下去。第82题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吧，演完就回家啦。啊，线上会议。不是吧？为什么你旁边有个好想再看，转回去看一下。这后面有人没穿裤子是不是？哎，糟糕！我不懂日本的这个是这样子吗？哦，太好了！看来有答对。什么寿司沾酱油，沾一点点就好。啊，这样就好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。谢谢。来不及，我想说再多沾一点点。这个太夸张了，太咸了。第86题，呵，我真是个笨蛋呢、啊。我是不是没有身为女性的魅力呢？点点点。但是男生就跟星星一样了，一样多呢。一定也是有人会看我的，赶快我们点头附和他。你愿意为我的爱情加油吗？好好。真啰嗦。怎么了？哎、啊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，走开！走开！不要挡路！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要一直挡我的路，去旁边了！最讨厌那些走路慢吞吞的，还并排挡在我前面的人。第88题，哦，新庄开幕地狱最大规模，好，刚才那个部分为什么会笑成这样？懂日文的人就会懂了。要放烟火是不是？那个啊，嗯，点点点，请你跟我结婚吧。哦，糟糕了，糟糕，完全没听到他们在讲什么。嗯，好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子烟火放的时间点对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样子。
宝可梦 XY 最后一集啊，途中经过应该不错吧，我应该很会读吧。哈哈哈，哦，我的斧头掉下去了吗？你的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或者上面的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，女神？就是感觉我会被宰。哎，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可怕的虫！哇，另外一个来不及看。哈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啊，请用英文回答。苹果 ，Apple。Cherry。Lion。马赛克是什么一回事？谢谢啦，我就坐下来了。哎，不是、啊。不是不是不是坐下来为什么会拉那个吊环啊，啊，爸爸妈妈来看了，赶快看他们一下，要哭一下吗？我看一下就好，是不是？嗯嗯，真想知道女神的下场。哦，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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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还有啊。哎哎哎喂，演唱会做这种事情真的会开心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、哦，搬了两颗球过去了。小朋友在睡觉，三点了，我还是要工作啊！可以啦，小朋友没有被我吵起来。怎么啦？哦。应该不错吧，我抓的时间点超好的，赞赞，是我，嗯，啊，又开始跑工作人员名单了，啊，已经三岁了，啊，因为出到三了嘛。昨天做了梦，哦，这个小孩跟同年龄的女生牵着手，然后一起看着机器人电影啊。哎，这不是一代的结局吗？哦，
所以三代算是一代的，一代更之前的时间线咯。对，读空气是很重要的事情哦。但是呢，也不应该勉强人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有同理心。为了他人来读空气啊。哎，哦哦，原来我还要跑这个，糟糕了，我完全就是一直在看下面字都没有在动哦。哇，只跑了几张图，我没有读到空气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这一题空气没有读到，我就这样子一直在看下面的字幕。好，最后一题，第一百题。这样子对吧？哎、欸，那个不是西子吗？哇、我们回到了阅读空气一的那个故事了，天哪！所以他没有打算要出四了吗？居然可以这样子把故事线给凑起来，这种游戏居然也可以有这样的故事线，是不是？好了，499，我居然没有500，天！我以为我至少可以拿到一半的分数，哎，差一分。好，总之呢，这就是我这次的分数啦。不知道大家玩这一款的时候得到几分呢？如果你们也有玩过的话，请在留言区跟我说你得到几分哦。应该我觉得我玩的还不错啊，只有499，比我高的应该不多吧？我觉得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来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